大型历史舞剧编导组成员，与大家见面。青年编导，敏锐奥运会开闭幕式编导。青年编导申雪梅，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晚会编导。副总编导钟立春。 中国舞蹈杂志社社长，碧海丝路舞蹈统筹赵世军，中国当代著名舞蹈舞台家，奥运会开幕式总站长，碧海丝路总站长黄双白。 掌声有请当代著名舞蹈编导家、历史家，奥运会开幕式副总编导、闭幕式总编导陈文亚。